你吃麻了吧？你这样子收拾我的，把道歉了，那可以道歉了呀。我忘了我放盐了没有？没事，没事呀，把它，对，对。这个勺子太小了。哇，我们的小鸡炖排骨，哇，汤都炖干了。你不是一直在这里守着的吗？我的心里面装满了其他东西，装不了这个排骨了。你装了啥哦？我装了啥你不知道吗？我装了啥你不知道吗？哇，可惜了，这个汤炖干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没事。可惜了。再加点汤就可以了。可惜了，这个汤炖干了，可惜了。我的心已经装不了其他东西了。那你的心装什么啊？装什么呀？装了一个人。你的心装了一个人？对。我们在这桌子上吃吗？没事。那不在桌子上吃，这里是已经，肯定是在桌子上吃了呀。我们是在地上吃的，一般。凳子上嘛，放凳子上呀。那锅里面的你要弄呀。我先不要了吗？怎么可能不要呀？你会不会做饭呀？怎么可能不要呀？我们放个板凳上面去吃。我是怕你饿了。我没事，你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行不行？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的。不要着急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慌死了，我怕你饿着了。我慌什么呀？我不慌呀。阿曲莫请不请来呀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阿群莫请不请呢？买新床单、新床被单。装了阿群莫是不是？对呀，就装了一个阿群莫，嘿，装了阿群莫。装了个阿曲莫，阿曲莫，我心里面已经有别的位置了，已经住不下其他东西了。有别的位置哦。我心里面没有位置了，已经住满了，住满了一个人。住满了一个人。对。什么人呀？好人还是坏人？啊。好人还是坏人？住了一个很勤劳、很善良的人。非常勤劳、非常善良的人，撞了一个。我去打饭啊。好的。哎，有阿曲莫在以后啊，说实在的，以后有阿曲莫在以后，我们就解决温饱问题了，就有饭吃了，有热汤热菜吃了，真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就在这里吃简简单单吃一点，简简单单吃一点，对不对？简简单单的吃一点，哇！放地上吃啊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，放地上吃挺难受的，肯定至少嘛要放个凳子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？排骨，买个桌子，对，要买桌子。阿强有福，桌子上吃。是的，桌子那里有一张桌子呀，有桌子呀，放满了东西。明天阿强再买一张回来，好不好？明天阿强再带一张桌子来，买一张桌子。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停，行，行。那阿强明天去买一张，只供阿曲莫。只供阿曲莫的桌子，好不好？好香，香喷喷的大米饭。谢谢阿曲莫。阿曲莫，来，你这里你坐呀。谢谢啊。你这里坐呀。来，给你。餐桌椅，哦，要买餐桌椅是吧？小心点啊，那后面很那个的呀。不烫呀。是吧？哇，香！凉拌黄瓜。你们吃饭没有呀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谢谢谢谢。
这个好吃。谢谢。谢谢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这个排骨炖的好烂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叫你不要吧唧嘴。真的是不是吃饭要注意礼貌，不要吧唧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？那我怎么咬呀？斯文点。哇，这个是啥？圆圆的小香锅，一口一个，太香了。不是左撇子啊，这是镜像的原因，镜头的原因啊，这是镜头的原因。直播间哥哥姐姐说完没？这镜头的原因。好香呀、啊！好吃吧？没想到阿群猫做的饭那么的香。这是你做的是吧？你做的。谢谢，我自己夹好不好？你这样搞得我，你不给我夹，我都不敢吃了一样。真的，吧唧嘴才吃得香吗？哎，你们这个小妈不在，我们真幸福是吧？别说，待会儿小妈真的冲过来了。锅里加了水的，加了水的。锅里有水的。有水的啊，有水的啊。锅里是有水的，锅里有，放心吧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支持阿强阿群猫的，能不能把赞赞点到100万？可不可以？直播间现在7000人，能不能全屏点赞？每人点5下，谢谢你们。阿强装个监控，哇，还要装个监控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天天把阿群猫监控起来是吧？谢谢，哇，78了，78万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谢谢。哇，一下80万了，阿群猫！谢谢所有哥姐姐们，辛苦啦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平时都几点钟吃午饭啊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平时间你们都几点钟吃饭啊？哇，你给我夹那么多肉，我一下没看见他夹那么多肉。晚饭是几点啊？6点吗？是不是6点啊？哇，你们吃饭的时间规律太好了吧？就是6点是吧？这个小香菇太好，太香了。小香菇很香是吧？小香菇非常香。哇，都是有生活节奏的人，都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人。哇，88.8万了，点赞！谢谢所有哥姐姐们，太厉害了！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想喝汤，这个汤好喝。汤泡饭吗？对啊，这个汤好喝。我不爱吃肉，喜欢喝汤。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啊？这是？这是午饭吗？嗯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叫午饭是晚饭，我们就吃了自己炖锅号。
我们是没有吃午饭，也没有吃晚饭，只吃这一顿的。只吃这一顿的，阿群们说只吃这一顿的。哇，95万了，马上破100万了。太谢谢你们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，我自己来，好不好？阿兄，你坐这里，你跟他们聊，他们问你，他们问你，你坐这里。没事，晚上我们没有吃水果，我们一般都是怎么说呢？早上9点10点钟的时候吃一顿，9点10点钟的时候吃一顿了过后，就晚上就是4点5点这样子吃一顿，就晚上也不吃了。该结束了没？你们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？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很脏呀？会不会？会不会觉得？因为我看到很多哥姐姐，也没有说很多吧，有一些哥姐说说，叔叔们说，哇，他们你这样子好脏呀，好脏呀！你们觉得会不会脏呀？不会。我觉得阿强哥现在是已经，我已经入乡随俗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不不。你们才租的房子吗？对的哈，这样很好。谢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哈。我去给你打饭去看。我不要了啊！我不吃了，我喝汤。你吃好了？吃好了，我喝汤，喝点汤，哦、吃点小香菇。香菇和汤你可以多吃一点。不会不会，这样就不脏了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谢谢所有哥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啊！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。你们可以来我们这边玩哈，我们现在房子也租好了，就是你们也可以你们也方便过来玩了。你们有机会会不会来这里玩呀，哥几帅们会不会呀？会的打个会，愿不愿意呀？哇！你们吃不惯是不是？其实我现在坐在就是板凳上面吃，我有点吃不惯，我习惯了蹲着吃。哎，那不行，蹲着吃不行，是不是啊，哥哥姐姐？阿强哥叫我别蹲着吃，我习惯了蹲着吃。那要不你把担子取了吧，你现在蹲一个。真的，我习惯这样子蹲着吃啊，蹲着吃啊，很舒服啊。为什么蹲着吃？他这个肚子不憋着吗？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子蹲着吃的，就习惯了。蹲着吃啊？嗯。会想来是不是啊？欢迎你们哈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欢迎欢迎你们以后来我们这边做客，来楚墨的这个小家玩哈。你们能不能蹲着吃呀，哥姐帅们？不能。你们能不能蹲着吃呀？小香菇很香，特别香。不习惯不好，蹲着吃不好，不能，还是要坐着什么？我慢慢改好不好？因为我坐着吃我吃不饱，坐着吃我吃不饱。养条狗守家，没有狗。香。粗茶淡饭挺香的，阿强哥已经就是很满足呀，很怎么说呢，已经很习惯我们农村里面的生活了。阿强哥不能是不是坐着吃是不是？不是不是很习惯的，阿强是非常习惯的，非常习惯啊。对，因为阿全波是农村的。因为阿全波是农村的，阿强就在农村是吧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不是？
阿曲墨勤不勤劳？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，我觉得阿曲墨好勤劳，哇，太牛了！他们都点了100多万点赞了，太厉害了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小香菇呀、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你们可以去吃一点，可以给就是家里面的老人他们多买一点，很香，很好吃。阿曲墨，喂，你给大家聊一下啊。好。我去给。邻居家去看一下。你又去邻居家？啊。阿强哥是东串西串的，到处去串的。阿强哥吃饭吃的比我少，每一次他吃饭他都只吃一点点，吃的比我少。我吃的很多，我的胃很大，我减不了肥，我的胃很大。要减肥吗，哥姐帅吗？这样子我问一下直播间哥姐帅吗，你们觉得阿曲墨要不要减肥呀、啊、要的打个样，因为我要干活知道吧，我一直要干活、啊、哇太香了，对，我干活吃的也没有很想呀，只是因为离手机镜头离得近，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嗯，因为我要干活，所以我只要一减肥我就没有力气去干活，头晕眼花的，没有力气去干活。嗯，因为我天天都要干活。要吃小香菇是不会胖的。啊，主播现在120斤，哥姐叔叔们，我120斤，1米65，你们猜我能背多少斤？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猜一下啊，主播能背多少斤？100斤，直播间的哥姐帅们，你们大胆的去猜阿曲墨能背多少斤？你们大胆的去猜阿曲墨能背多少斤？阿曲墨在吃块肉，你们看我的饭量，就是你们先看我的饭量，再去猜我能背多少斤。胖，很胖，180斤，150斤。500斤的，那你是来，你是把我当马了？说50斤的，对，还是有很多哥姐姐们猜到了的。我能背300斤，我能背300斤，200斤我可以徒手背。以后吃东西别播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走了，叫阿强哥来播吧。我能背300斤，你们信不信？阿强哥能背300斤，你们信不信？
谢谢你们，下一次阿春背给你们看。阿春们现场背给你们看，不然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哦，阿春们你吹牛，怎么可能背得了300斤？下一次我背给你们看哈，很好的，自然的。嗯，你们想不想去看阿春们的房间呀，哥杰叔帅们？想不想？还没有铺上。就今天一来就收拾这收拾那的，然后就做饭吃了，就还没有铺上。想不想看？想的哥姐帅们打个响，带你们去看看阿春梦的房间。房间还没有收拾。想的打个响。想是吧？那阿春梦带你们去看一下哈，阿春梦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有没有阿三的房间？没有，有是有房间，但是不适合呀，不那么背，老了会生病。好的哈，来，那这样子，哥姐叔叔们，阿春梦带你们去看一下房间哈。那个等一下再收拾，看到没有？碗丢在那个锅里了，等一下洗，然后桌子等一下收。带你们去看一下哈，但是我不能直接进去，只能站在这门口给你们看，因为我怕这个里面信号不好，知道吧，哥姐帅们，里面信号不好。来，我把镜头给你们转一下哈。看得到吗？我的东西都还在那里，看得到吗？哥姐帅们，想看是不是？想看是不是啊？这就是房间，这个房间很好耶，特别特别的好。还有这就是客厅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客厅，这边还有一间，然后就是它就是两个房子，两间，两个房，四个房间这样子的，四个房间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房，这个就是以后阿春梦的房间了哈，各位帅们，我只要进行消毒呀，怎么消毒呀？好漂亮，很舒适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这个就是这里还有这个，这个就是铆丝，然后这个是行李箱，这个是行李箱，刚刚拿东西过来了，过后有些东西漏在那里面了，我就把它晾一下。这里还有洗澡间，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哥姐叔帅们，是不是很好的呀？这是我的鞋子，阿强哥买的。这是我的鞋子，对，洗衣机，这就是房东的，这都是房东的。厕所在那个呀，厕所就是在那个地方呀，就是那个里面呀，铆丝，快点摔门，铆丝呀，在这里坐吧，有一点冷，转过来，在这里坐，烧火，烤火，有点冷。离小妈家多远？哦，走路还是要走很久哟，走路起码走三个小时，开车的话。走路要不要走三个小时？走路应该也要不了三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吧。开车的话，